Peace 啊，大家好，我是 Rainbow 阿宝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这一个 Vlog 啊。今天我们要拍一个 MV 啊，是很特别的 MV， 因为这个 MV 哦是恩宇有史以来 ban 的 MV， 是吧？现在就喜欢这个拜舞，这个算是 MV 啊？不是 ，cover 了啊 ，cover 啊，什么？录真的，是录真的，录真的，录真的。真的是很美很漂亮，看还是会很多，是在他啦，太爽了。现在在我们的身后哦，我们有整个制作团队的人，来我们自我介绍一下。 Come on brother， 你现在没有空在没有空，这个是伟汉啊，什么 OK 好，来还有我们这个哥罗面王子，没有，那个是过去的，过去的更迷更迷，长时候会了解他的名气，外国月亮并没有更远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宝。OK， 还有这个自我介绍。Peace，Peace，Jasper。OK， 还有我们这次负责帮我们拍的 Ambrose。哟。这一个呢是我们的 Keyboardist Luther。然后这个是 Jackson。OK。还有我们的阿祖很忙，然后你讲你什么 feel guilty？ 以前拍答案到现在我都 guilty 到现在，因为我不敢看，因为我肚子太大。画面转进去，答案的肚子大。这个是 Jackson 的鼓，这一个呢是 Luther 的 keyboard， 哇，还有 keyboard M 啊，我们还有灯 diffuser， 爽。GG， 应该可以换，没有，应该可以换别的。可以换的，可以换的。就我请问你一下，为什么今天呢、啊、你会想到用 band 的 style？ 你们那个，因为我想念例外人。例外人，没有讲真正的。因为可能。这首歌比较适合 band style 啦，比较潇洒的感觉， EDM 好像不太配啊。哦，我还以为真的是一位例外人，就是例外人。姑娘你很漂亮。你看她没说没笑，只有笑牙，好像如何做得到，还能带给别人欢笑，让他们都知道。给我以前的 video， 来 ，Let's go。哇，啊，对对对。这把吉他陪着我走过多少风雨。现在的时间呢是5:52，所以我们等那个太阳比较下一点点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拍了，要那种黄昏的 feel。看眼花红，近看花有穷，你看，这里就是一个水沟。然后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一个东西？那个是抓鳄鱼的，或者是抓四脚蛇的笼子。手的特写都要打灯。OK， storyboard， 阿宝 on scene， 我们要特写吉他哈。噔噔噔噔，那边呢？对。手机有点。你有拍我的画面吗？刚才。有，我拍了。Confirm。有，要制造黄昏给他哈，是有吗？等一下我们就这样特写，哦，这样可以耶。其实你可以拿这样写嘞，可以不要拍到还用 cable 吗？啊，这样，用 cable， 用 cable 一点不 professional。啊、没有，太随意，太随意，太随意。来来，可以变成，三，前面不是你了，就是这个，那几个问题。OK， 好，我们有阿平，平，闪来呀来，平。牧师，牧师哦，找到邻居。哇，像 MV 一样哦。OK， 我们已经拍完了，收拾了，看，裤裆了，可以抓他灯来。你走来，来 ，OK， 来抓，抓，
人生可以吗？可以。肚子应该看不到了。到再看得到的话，就整世人后悔了。哦，对，这边看得到。哎。OK， 然后这个就是 Jaden 的 Studio。有。有。这里呢，就是牧师之前直播的地方。阿平，你愿意露脸了哈？哎 ，video 出来了。哇，一秒耶！这个镜头很美。哇，你的表情也是的。哇！夸张，那个镜头真的是太好了。对啊，已经 upload 了第三天，已经在 Malaysia 是 24 on trending。谢谢大家，真的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而且在台湾是 number 27 on trending。谢谢大家的支持，对，在这里要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跟大家说声谢谢。这次能够尝试完全不一样的风格，一个 band 的风格，对我来说是非常新鲜的，因为我的 YouTube 好像没有玩过 band。这个也算是其中一个我们例外人物哦，对，两个不是。谢谢大家会喜欢乐团版的飞鸟合唱。下一次要 cover 什么 EDM， 很多人关注这个。我现在还在想着，我要不要以后接触乐团就好了？不要。如果你们有特别喜欢哪一首，记得让我知道。留言 ，yes。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一集的 Behind the Scene， 点赞，给一个点赞。拜拜，恩宇有什么感想？唱了这首歌，很累，每次都是这样。我第一次拍一个 video， 拍上多 tag， 多个 tag 要7个 tag。你会从天光光拍到天夜夜吗？天夜夜。